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恩师卢俊宏台长。这位妈妈不会说普通话，我帮她翻译一下。她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她是41年属蛇的，她想问一下身体。她有啊，老妈妈有掉过孩子啊？你要适应打落吧。有，他说。老妈妈这辈子人是很好，但是到人间呢是来吃苦的，她一辈子就是吃苦啊，所以叫她不要难过，要想得开，一定要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她现在的身体。我现在看着她的图腾，主要的一个是眼睛很不好。我知道对对对对啊。第二，老妈妈的咽喉部分非常不好，经常咳嗽、干、难过、痛。对对对，他说的都有一点，真的痛。再往下看，老妈妈腰不好，腰。对，他说对。还有，这个老妈妈要记住，她的泌尿系统很差。啊，他说对。他想问问他有肺癌，他说是。我看看啊。2012年做了手术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41年属蛇的。右面。腰门。对。有积水啊，有水在里面。对呀、啊，他已经一二年做过手术了，已经帮他抽掉很多水了，做过手术了。我看看啊，哦，这个手术蛮大的。老妈妈，你这个肺啊，切掉过一点了，已经。对对对，切掉。鼓掌，怎么都没声音的啦？听得懂吗，老妈妈？你现在要记住了，你现在要吃全素了，因为我现在看这个灵性还不会饶过你，接下来已经开始弄你的肝了。老妈妈，你的右腹部下面经常会有吃完了饱了之后隐隐有点作痛。腰麦给你摸起来了。哎，他说腰痛不好的。啊，这个地方前腹部啊。都慢一点。腰麦。还没有啊，你跟他说这个肝已经有问题了。你故意的吗？对对对对，他说有。啊，那个这个我第一个说不对，再说就对了，怎么这样的啦？听得懂吗，老妈妈？小房子还有多少小房子？我看看他以后死是死在什么地方啊？属什么的？41年属蛇的。41年属蛇的。啊，老妈妈寿还挺长的，我不会讲给你听，我帮你看看寿多长。你现在几岁啊？41。七十几啊？69啊？75。79啊？76。十足的75，虚岁的76，他是。那老妈妈，你吃全素，好好念经，好吧？你的阳寿应该超过这个数字的，听得懂吗？超过80以上。他想问一下，小房子还要念多少？放生多少？小房子给他念130张，放生给他放6000条鱼。老妈妈叫他把自己家里弄弄干净，供菩萨要弄弄干净。他现在供菩萨这个水杯啊，什么水果啊，都好像没有供菩萨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在中国半年，这里也半年，所以他家里没有，好像没有。那我要么是看见他家里的了。你等等啊，我帮你看看啊，是怎么样的家里啊？我讲给你听啊。啊，是公寓房、楼房、大楼。对对。哎，好了，小小，那就是你中国的家里的佛台，所以我刚刚说了，好像很旧，
啊，好像水果啊水都没换，就说明你在你因为在这里半年嘛，你那里就没人供了呀。听他说中国好像也没有立佛台，因为没有什么半年在这里，半年在法国，半年有啊，他家里有菩萨呢。我讲了家里有啊，你们家里有菩萨赶快供啊，好吧。有个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哦，我忘记了，后来我想在中国要办你这里不要进他不好，所以把他请出来了。看见了不啦？看见了不啦？我经常打电话，人家说哎呀没有没有没有，过一会儿哎想起来了再打进来，听得懂吗老妈妈？你好好供啊。问题是他说他在这里半年，在中国半年，没有关系的呀，你在中国也好在这里也好，你在如果你决定在这里时间长，那么你就在这里呢供一个小佛台，然后到中国去的时候呢把这个佛台拍下来，照片拍下来，到中国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照片供在那里，前面放个香炉，放个水，放个水果就可以了。听得懂了吗老妈妈？我这没有地方放，这房子比较小，就是一房一厅，就是这里是不啦？对，这里房子比较小。嗯，房子比较小，那你就供了小一点嘛就好了，就供一尊观世音菩萨嘛就好了。观世音菩萨放在那个主台上面，左面进门的左面，右面一个主子，进一个小客厅，你加一个小客厅啊，左面。对对对，他说这个客厅嘛，听得懂吗？他说他左边有个酒橱放在酒柜，酒柜放在上面、啊、叫他移掉酒柜嘛，是你的孩子的，好像你孩子放的是不是啦？那你就跟他商量一下，把酒柜里面东西拆掉，酒拿掉嘛就好了。那放在哪里啊？好吧，这个地方环境最好，好了，这个地方最亮，老妈妈就放这个地方。好了，他还想问一下王仁，他啊，王仁叫什么名字？快一点。林银仁，林双木林，银石的银，仁义的仁，78年。什么？林银仁。什么？怎么姓什么？双木林。林。林。林银呢？我天，林什么？银石的银，银。林银。仁，仁义的仁。林延仁什么时候走的？78年去世的。林延仁，林延仁，男的是吧？男的，男的。看看他现在是在哪里？男的，女的啦？男的，男的。他父亲。哦，他父亲，哇，他父亲长得很好啊，样子长得很帅的，啊。个子也比你高不知道多少啊，对不对呀？他说对对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他走的时候有人帮他到庙里去超度过的。在这辈子你讲求的不？鼓掌啊！这没声音的啦。啊，听得懂吗？他现在已经在天上了，他在御界天，他的爸爸。好吧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他想问什么？问他母亲。一般只能问一个的。赶紧。啊，再给他问一个吧，这个老妈妈。快点了，快点了，老妈妈。张林妹。工长张。双木张，领导的领。双木张，他说。双目有章的，真的，这个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来了，不好意思。工必章。工什么？工必章啊，章啊，长。工长章呀。工长章，对。啊。还有个零，就是零回来的零，零四班这个一。张丽妹，妹妹妹的妹。第二个字不认识啊？怎么讲的？领导的领，妹妹的妹，张玲妹。领导的领啊，是不是？
是这个。好了好了，回去写出来吧，慢慢再说了，弄出来再给我看吧，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。好了，嗯。